淡水日前被周刊爆出，当街牵手富二代男星孙麦杰，在公众场合不避讳的展现亲昵动作，像是亲手和亲锁骨，随后蔡瑞雪便对外大方认爱，而他也在社群上晒出两人的合照，写下亲手臂是在开玩笑啦。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该张合照应该是十月份替孙麦杰在饭店庆生时所拍摄，当时男方的庆生文中可以看到蔡瑞雪留言写下三岁生日快乐，并附上宝宝和爱心的图案，孙麦杰则回复永远的三岁，谢谢皮卡，并放上爱心，当时就有迹可循，两人正在恋爱安居。蔡瑞雪虽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，不过粉丝们见到女神公开认爱，仍相当给予祝福，希望能幸福快乐啊。Bye.